欢迎大家来到2024韩江传媒大学学院金颁奖颁奖典礼的现场，欢迎嘉宾入席。金帆二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韩江人，易先向获得表彰的学生、教职员及校友表示热烈的祝贺。今年韩大金帆奖迈进了第24的周年，我们受到中华文化的启发，以24四季如歌作为年度主题，以24节气的诗意表达，描绘了四季更替、生生不息的美好画卷。这也象征着金帆奖所承载的永恒价值与动力。韩江传媒大学学院学术暨校长，我是 Dr. 邓俊涛。梅秋成卓越校友奖 ，Mohammad Faiz。最佳中文电台 DJ 奖 ，Ayadan 黄敏明 ，Adadan Anson Asan， 勾选 Catherine 海星。第一届拿督梅秋成文学奖。最佳男女服装奖，林书宪、温秋生。